你管我什么事？坐吧，有点东西让你看看。左边是5000万的支票和离婚协议，只要你签了字，这5000万就是你的。另一份是财产协议，你可以选择不离婚，但必须签了这个，保证你不沾染陆家一分一毫。 这个，请收回去吧。至于这份，我会带回去好好看看的。就在这里看，签了字再走。签这种东西，难道不该跟我老公商量一下吗？少拿浩洋来吓唬我！你最好弄清楚形势，这里是陆家，不是你的贫民窟。浩洋的婚事，我说了算。就算你们结了婚。 我也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们离婚。那就得看您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没别的事，我就出去了。少跟我装模作样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骨子里有多虚荣，有多拜金吗？哼，勾引我儿子，不就是贪图这些，和当初那个贱胚一模一样。 景小萌，伯母和你说的很明白了吧？浩洋和你结婚，不过是图新鲜而已。玩腻了就会和你离婚的。而我的孩子是他的血脉，这可是永远都切不断的。切，说的好像只有你能生一样。你敢痴心妄想？抱歉，我要出门了。 没空跟你多废话。秦学长到了。嗨，小萌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学长。帮你点了你喜欢的抹茶拿铁。你是准备在龙城发展了吗？可能会待上一段时间吧。你还在跟赵松博交往吗？ 我跟赵松博已经分手了，分了更好，他不适合你。小萌，你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呀，我总不能还像高中时候那样，一直这么天真幼稚吧？不管怎么变，你还是我的小学妹。 这么多年，学长连个消息都没有，还以为已经把我忘了呢。我现在回来了，以后会有很多见面的机会。我们走吧，服务员，买单。下雨了，我送你吧。嗯，好。学长，你还记得？ 江城中学旁边的南湖吗？那个时候一放学，我们就会去湖边看夕阳。当然记得。有一次学生会有事，我没去，你等到了晚上，结果下大雨，回去还感冒了。最后你还是来了，是你把我背回去的。怎么偏偏在这里遇到他们？哎。 这不是秦学长吗？你回国了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学弟赵松博，秦氏集团的秦巨人。赵松博，我记得你。学长，这位一定是你未婚妻吧？哟，真是太漂亮了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你没见过？赵松博，我们才分手12天，我换了个发型，换了件衣服。 你就认不出来了？秦小萌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切，肯定是整容了呗。整容的不是你吗？我从头到尾可都是纯天然的。我今天要让你成为这里的大笑柄。秦小萌。
你不是嫁给了陆浩洋吗？怎么，他玩腻了，不要你了，你就勾引别的男人了？去哪儿了？出去转了转。我累了，睡一会儿可以吗？什么鬼东西？以后不管我妈给你什么，都不准签。那你为什么生气？哼，自己看吧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好巧啊，早上我们还在讨论你的旧情人，他就出现了。